新买的碗，在这个店超好看的，我觉得这个做韩国拌饭应该很不错。卷了，可是还是辫子，因为我用我那天做那个 treatment 是这个 keratin treatment， 我觉得如果给白直头发的话应该会很好，可是我就适合，因为我脸圆嘛，然后就不能够直头发，然后虽然用了这个，头发真的变得很滑，像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，所以我下次应该不会再做这个，除非真的是过一段时间他头发又卷回来。然后这段时间用的洗发水，我觉得这个超好用的 Losatin。 这个是 Incentive Repair， 还有这 Conditioner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Treatment， 这朋友介绍给我，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，有点草药味，可是现在就很习惯了，所以就还可以。昨天去买了这个，最近晚上很多 discount， 大家可以去买。我买了这三个，好像还有一个忘记是什么，
这是调子宫的 EPO， 还有 fish oil， 然后这个是 Vitex，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推荐所以才买，然后会吃完看有没有用，如果有用的话我就会继续吃下去，就不用看医生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擦脸的，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，不知道你们上次还记得吗，我在 vlog 里面有推荐那个，它好像擦粉底的时候它会有屑屑屑屑那种，然后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买了这个，还有配了一个这个，这本来是40多块，扣了23块，我觉得非常值得，大家可以去买。还有就是最近买了一个，非常好看，虽然是买的时候也有点小心痛，可是我朋友就说很值得。然后买的是这个 Black Peter， 它眼镜框是这样子，然后侧面是这样的，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金色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就因为我脸大嘛，所以就要买大一点的眼睛，就会比较好看。然后这个是镜框，它的 logo 还有这些镜框旁边是 lifetime warranty， 除非你这个眼镜它自己有刮花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你就要花50块。然后我刚刚用了有一个盘，我真的非常喜欢，我去拿给你们看。有一次我去逛街看到我超喜欢的盘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它底部是有点凸出来这样，所以你买两个的话你可以这样子 stack 上去，就刚刚好，就收纳非常的好。然后这个碗是在这家店，它有个 app， 你一定要用它的 app 才可以买东西， Yuga。 然后这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像那个母鸡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摆摆的，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折扣，而且它的东西都是超级跟外面对比超级便宜。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是我看到这下面的时候它有写transparent pricing， 就是别人会卖多少钱，然后他们卖多少钱而已，然后那些钱是用来做什么这样子。我就觉得太 impressive， 而且它超多超多 product， 然后每一个 product 都有这么写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它的 product 又非常非常的可以买，比较便宜，就全部都有啦，耳机啊那些全部都有，就非常的美，大家经过可以看一下，或者是可以 online 订然后寄去你家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去求娘娘。刚刚忘记给你们看这个防晒膏质地，因为它有一个是 cream 的，有一个是像这种 milk， 就是那种 liquid 的那种，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就非常非常的油。然后擦开来，就它吸收，其实它也不是讲吸收，它其实蛮油的，一开始擦上去就会有这种反光的效果，看起来脸会特别的油，可是你就给它一点时间吸收之后我觉得还好，就上粉底然后上一层那个散粉就 OK 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刚擦 sunblock 的后说给大家看，它就很像非常非常的没有擦东西这样，这后面是我没有擦东西嘛，前面是有擦东西，有一点点的小量，可是摸起来就是非常的滑顺，所以也不会有油油的感觉，大家可以去买。